大家好，今天杨儿来到了安平区永华路的王小明亲子游乐园。那猴子也太可爱了吧！现报价不会很高哦，690。王小明也是蛮大间的，上次有来拍过刚开幕的时候。奶茶哎，没有饮料一样可以换冰的，可以哇！哇，玩偶质感很好哦。哇，是史努比耶。现在我们要使用这个五次卡，小哥哥就帮我那个排位排好一点哦，排五次。这猴子也太可爱了吧！啊，现在的话就是有帮我看。5次8秒，开始哦。这我不知道怎么夹，刚碰，喝出来一点，哦，有一点爪力哦。那我试试看这个好了。那是要抓下面吗？抓下面看看，抓这个。好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他就好像坐在那里耶，害怕了。哦，为什么倒那边？他倒错边了。对啊，那这个看看，有机会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这样没办法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哎，如果我倒这边的话，就成功了。哎呀，就有了。啊！再换一下，再换一下，我这个也可以测测看。耶耶，好可爱呀、哦！他们头发好可爱呀、啊、，Hello。那我来试一下这边看看。哦，可以哦。它其实很有爪力耶，对啊，啊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哎，加速嘛，哎，这个猴子很可爱耶，刚刚那个真的还蛮好夹的，魔仙店家哦，魔仙，哦，看，来试试看这里。有吧，这有啊，史努比他质感真的超好的哎，哦，
我看一下，你看超可爱的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哦。这个是刚刚已经快要倒下来的吧？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再跳一下，跳脚应该有吧？试看看。跳脚会不会抛掉？哎，好，还再试一下脚好了。好。哎，想不到。他脚知不知道会落到哪？哦，还有。而且怎么那么夸张？这是等我来的吗？才知道你要来。真的吗？我今天怎么那么幸运？你看你先看一下，我今天已经很幸运，已经夹到两个猴猴，跟一个史努比耶。老板会不会看到我以后都要关门？那我们来试一下啊。这不是就轻轻碰就有了吗？加油！扎克，跳起来！啊、可能啊！哦，看他！有跟到有没有？我自己夹。我要换！我觉得绿色的是比较好看的。我觉得都很可爱，再来办抽奖哦，好吧？好。耶、我换到我喜欢的，到时候我们再来抽奖哦。OK。啊，超可爱的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洛里耶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而且它夹五个，可以换大洛里，后面那一只，在后面那一只，对。要怎么夹呢？我试试看。它排得很密耶，是不是要夹肚子挑起来？它这个也好好滑哦。我试试看夹头头，看有没有办法。先捏一下，哟呼！我是不是要拉后面啊？拉后面会不会就出来？不要好了。我去挑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放在碗底下，就快点碗来舀。好滑。打过来。看到。哈哈。我要去，我要看看。不动不动啦、啊。来买也好。好，安娜那一只，先看嘛，来这一只。噔噔。
瞬间啊！蟑螂哪里？夹头看看。哦，啊，夹这个，看看。来，中间来。下面不知道可不可以哈？看看它有没有神仙吗？哎，没有，跳不到。对。夹，不会。水果鸡排耶，夹出来可以换水果，后面冰箱。哇，苹果好大颗哦。放我们的小雨正门那一颗看看。哎，有机会哦，苹果不见了。那我觉得糖果比较好。要什么夹？滚出来，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苹果快出来了哎，你快可以吃苹果喽。那应该夹后面了。叫它挤出来。哦，啊，我有心愿了。在后面那个。哈哈，夹后面不能夹这，它要夹后面挤出来。你刚刚就是挤出来的。对啊。左转，啊，耶！快点，两颗苹果吗？对，好。哇，水果台耶，这里太妙了吧，好厉害哦！好好玩的。哎呀，好好，换苹果是不是？诀窍了！哇！要倒！苹果了，哇！吃苹果了！满车的里，满山车，哇！车送哎，哇，蟒式车送一个大的鳄鱼。